动啊！
Hey,
見到或者平台上高的啲警員都慢慢嘅撤翻入去啦。生子啊！咁所以在場嘅頭先已經擠滿咗體育路嘅，即係警署外體育路嘅市民咧。生子啊！生子啊！向佢學賭彩。帶出嚟出街啦！我打你老豆老母开放心啊！你知咩叫生子啊？而家老人家话你生子啊！我话你生子啊，冇咩啊？打我啊！而家我啊！而家我话你生子！你开门直屎啊！你开门！打入边系啊？喂！喂！現在我們看到在元朗警署入面，因為外面有很大批的市民聚集在警署外面，所以其實就已經警署入面的警員亦都是在這裡黑警可恥。我去現在散閘一會散閘，這裡就是元朗警署停車場出口的大閘。有一隊持圓盾、解頭盔、持警棍的警員就在剛剛這位白衫的一粒花見習的幫板就跟就揸住個大聲公就跟在場的傳媒講話，即依家警察將會咧係刪翻而家見到白色閘對出少少嘅藍色嘅鐵閘，咁就叫依家傳媒朋友向外係讓開翻少少。
緊。係啊，已經散咗。冇人嚟個街。你翻嚟啦！你翻嚟啦！唔該唔該，唔好意思。咁似乎而家市民就向大馬路嗰邊係行緊去啦。唔該謝。报警你又爬出嚟，依家喺度。走啦！有走啦！走啦！屌你老母！唔系啦，石油閪！我系招呼你啊！睇你饮酒冇啊？系咪食得红屎多啊？系啊，等你食得饱先啦。我系耕田啊，你落嚟借车啦喂！借车啊！唔系啦，你唔真系咁样样做人啊！落嚟啊！而家时间系三点。落嚟啊！就嚟搭五，屌你落嚟啊！落嚟啊！啱啊，两只正啊，屌你老母！咁啊，头先聚集喺体育路嘅，你冇资格打你老三只暴徒啊！就慢慢向住大马路嘅方向系进发啦。現場是青山公路元朗段，想問一下，你會喺現場係有執去到邊個位置咯，定係你會企幾耐啦？會唔會覺得即係係一個正常時間？
翻去啦。所以我都會即係再觀察一段時間，但我亦都唔會話一定係全程參與。咁我諗呢個係我哋嘅至於咩時間離開呢度咧？咁我諗我到時同啲學生啊、校友啊，大家有個交集。咁有危險嘅時候，我希望所有人都要照顧自己安全。需要逃跑嘅需要撤離，請大家我撤離，包括我撤離。有危險我都要走。咁即係去到西我唔知喎，我呢個行程我都唔係好清楚，只不過到呢個現場嚟感受同了解個情況。校長，可唔可以講清楚啲想了解之外咧？如果你遇到危險，你會唔會保護？行多去。